OK，那最后一大题就是，这改成用另外那个等级资料变相的版本，其实再重新做一次第四题做的事。你们现在第四题做的都知道那个应该正确的解，比较完整正确的解读方法之后，这个你们可不可以改成用自己的方法做，跟着方法做？好啊，这个我就让你们自己做。好，我们就给各位大家10分钟。哦，然后那个10分钟后再讨论，看看大家那个做的状况。啊，就是比照上面这个连续的版本，再来做一次。然后第10分钟我们再来对答案。OK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题目，其实算是第四题的那个双生版了，比如说变成那个用那个等级资料，好，然后那个也是 A 到 H 几个小题再重做一次，哦，只是重点在说要怎么解读这个资料。我这边你们会的话，那么那个简单回归，不管你今天要处理的资料是什么都不是问题，那重点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选择用哪一种方式来去分析资料。好，那这一题我们就来一题一个一个看。好，那首先这个回归式应该大家没有那个问题嘛？然后 R square 的怎么算出来的跟解读，其实跟 Spearman 跟 Pearson 两个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也是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。回归系数的假设检定、区间估计，还有标准化的回归系数，只是改成是 Spearman。然后这边只有要提醒的只有一个地方，你们有注意到这边这个标准化回归系数啊，它有一个信赖区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刚刚在上面回归相关系数矩阵这边哈，我这边是有把这个信赖区间勾选起来，然后你们有注意到？只有 Pearson，这里就是只有 Pearson 才有出现信赖区间，Spearman 下面都没有哦。不信我就直接把 Pearson 取消掉。你们可以注意到，Spearman 他不会给 Jamovi 怎么样死都不会给你他的信赖区间，因为那个在等距尺度哈，不是等级资料是不能够算平均值的。那你如果还记得前面谈那个区间估计的时候，区间估计的通用公式，它里面就有牵涉到平均值，还有那个估计标准物。所以因为 Spearman R 它预设是处理的是等级资料，所以它是不会去算那个信赖区间的，除非你今天就直接就是说只说是你是使用那个 Pearson 的方法去处理等级资料，它才会出现信赖区间，好，所以这是为什么？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就是等级资料跟连续资料的差异，又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。好，那在这个报告中，其实也是给大家注意到，在这个标准化回归系数，如果是你今天是等级资料的话，你其实只要报告这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就好，区间估计其实是可以不用报告，因为它并没有意义。OK，好，这要补充的是这个，好，还有一个要补充的是适用假设检定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它这边违反常态性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等级资料本来就不必遵守常态性原则，通常那个会用等级资料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去管它常态不常态。那这在什么状况会碰到？就是用这个，就是像那个老师评分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比赛的评审评分啊，那一种，不要说不符合随机，也是通常是不符合常态性的啊。不过，但是它这里倒是看起来是蛮有随机且独立性的啊，因为它的这个预测值跟残差的这个散布图来看，算是零相关的。好，OK，好，有没有在对那个相关跟简单回归有一个新的认识？
好，用这个认识去继续去面对那个其他的统计方法，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驾驭，去吸收它，去驾驭它。OK。